2020年6月18日，全球冠状病毒大流行疫情感染人数达到856万6778人，死亡45万5503人，当日新增感染136922人。美国因中国武汉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疫情感染人数达到226万2602人，染疫死亡12万0686人，当日新增感染26875人。